在座咧，應該有好多師兄咧，溝女都好叻嘅，溝女王，我哋的佢出嚟先。有兩個將咧，我稱之為佢哋為溝女王嘅，而依兩個將就係、是，肯定係水將啦。火象，火象咧，佢哋个人咧比较热情，好多时候咧就口花花啦，亦都好主动去追击嘅，咁所以咧好多时候都系俾佢哋嘅死缠烂打去打动咗嘅。死缠烂打就唔系贪啊。而風象咧就相反，佢哋咧係做啲細心位嘅，即係嘘寒問暖啊！你今日食咗飯未啊？你今日換咗衫未啊？呢一啲細節咧去打動。哇！隔離嗰啲好好同意啊！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好啦，俾你講下你威水史啦，兩個象揀一個代表出嚟講啦。Dixon咧？雙子座嘅做法咧，同張先生先講嘅差唔多嘅，都係一開始咧會嘘寒問暖啊，慢慢滲咗入去嘅生活度先，令到佢變咗你其中一樣唔可以挖缺，咪令到佢變咗緊張起嚟啦，變咗做佢生活入面不可挖缺嘅一樣嘢。嗯，然之後你又突然間抽離，抽嚟半日左右就足夠噶啦！你突然間唔消失咗六個鐘頭，然之後突然間出翻嚟，哦 ，sorry 啊，頭先我忙緊做緊其他嘢，你點啊？使唔使食個飯啊？咁樣就通常都 work 噶啦呢一招。實質例子，土象星座嘅一個特質出嚟就係佢哋寧缺莫濫，嗯，亦都係比較務實啲嘅，即係覺得係就係。哎呀 ，Jack Jack 今日講嘢好好聽啊！哎呀，用詞好恰當，好中肯啊！羊嘅品种决定天堂地狱恋爱运，嚟紧见到系有机会真系有一个女仔出现，但系嗰个人唔会系你想要嘅人，同埋你会继续沉溺喺玩乐入边咯。对号入座，今晚11点 ，Feel TV。